概三至四年。第一部的戏名应该是《军中乐园》吧。第一句台词，第一句台词我都在哭哎、欸。最喜欢的角色，再见你们的刘嘉欣吧。强大的角色，变性人。演戏的时候最喜欢的时刻，就是我已经忘记我自己是我自己本人了。那最好的时刻。就是内心想有点抗拒的时候，然后导演还是希望我可以做，就一下就开始流汗。不当演员的时候，你都爱干嘛？布店啊，做衣服。没工作的时候，你的心情是？下一个工作什么时候会来啊？躺在床上发呆。试镜的时候最讨厌遇到什么？笑，再笑开一点。想对对手演员说的一句话？看着我的眼睛。目标是什么？快乐。哪个演员是你的指标？哈？张国荣好了，你看到他，他就是浑身都是戏。那三个最辛苦的地方？被评价，被评价，被评价。他很挫折的时候，都用什么话鼓励自己 ？You can do it， 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做自己就好了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会当演员？会。当新朋友听到你是演员，通常会对你说什么？是哦，那你演过什么戏？现场最怕得罪谁？全部的工作人员，因为他们最辛苦。做演员需要具备哪三种能力？反应快，皮肤好，口条好。如果有一个人说想要当演员，你会和他说什么？请三思。没有啦，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。挫折的经验，因为我从来我以为我都不会哭不出来，但有一次真的哭不出来。我那时候真的觉得，天哪，这个世界可能要因为我而停止转动了。但是它也没有那么严重，我就觉得我不能拖，因为我最怕是拖到大家。然后有一次真的哭不出来，我吓疯了，所以我就一直把祖宗十八代拿出来想一轮，还有狗猫全部想一轮。后来好险还是有就是过了。哦，最有成就感的经验。相反的，就是哭得很快。就是让大家可以早收工，或是让对手演员可以早回家。如果要推荐一个人，你会想推荐谁？我个人还蛮喜欢吴建和的，我觉得他很低调，他不会，但他把他自己的事情做得非常好。你跟他请教的时候，他也不定于跟你分享他的经验。下一个拍手快打，你要指定谁？吴建和。